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头做的鱼木呀强。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万爱的熊孩子小强啊。哎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这张地图叫做，好像就叫解谜塔，对，跟咱们之前那个什么塔好像啊。对吧？之前咱们玩的那个什么通天塔差不多，对，他们俩都是那个一起建图的，所以那个地图一个相作者似吗？也是那个没，挺正常的。哎，说到这通天塔，我就想到咱们上一次到顶端了，就上不去了。对吧？走吧，简咱直们扎心，走。这边提示咱们注意每个提示的牌子，走吧，直接进去吧。走，开始解密喽！剧情必看，你是一个科学家，有一天你突然奇想发明了一种等离子能量体，它有着无法想象的能量。遗憾的是，一个邪恶组织得知你的发明，他们想占为己有。如果等离子能量体让他们得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这一天，你正在工作研究，一个电话惊扰了你。电话是那个邪恶组织打来的，他们抓走了你的老婆孩子。我就知道，让你我来，什么时候有老婆孩子啊？对吧？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有老婆孩子的？我也是想这个问题。让你拿等离子能量体换人，要不然他们就撕票。他们说出了交换东西的地方，但是你可不这么想，既不能把等离子量体交给他们，也要救出自己的家人。经过调查，所以发现了他们隐匿的地方就是这座古老的解密塔，他们就在第11层等着咱们，所以选择孤身前往或者联机找几个帮手，走吧，拯救咱们的那个从未出现、从天而降的老婆孩子吧。走，从未谋过面的。注意牌子，然后这边什么抉择？这上面说什么？往上的楼梯只有一个，然后呢？这一点提示都没有，就让咱们选啊。正确的房间需要破解才能过。哇，正确的房间需要破解才能过的。哇，这就有点坑了。先看一下，要不你先在外面等我啊。OK，不啊，对，没有，你别进，进去了也一样。对啊，进去了我也没办法下来。哎，这里好像是这个，这个吗？它这是有牌子，我看，哎，别的都没有牌子，对，它这个牌没有牌子。这什么？走到砂石梯上，什么什么什么？你先在外面等我，我看一下。走到砂石梯上，观察头顶，小心不要掉下去了。应该是这里，我再过去瞄一下。咱们去看看，走吧。钉头上有什么东西吗？这里有岩浆，哎，哇，是不是有隐形方块的嘞？不知道。哎，上面有个凳子，我上来了，上来了。OK，我也，哎，你不要掉下去了，要跳起来，跳起来右键的。会，好哎，上来，nice。喽，然后箭头符号指向这边，要就就 Let's go。然后呢，爬这个梯子上去吗？哇，咱们就这样应该是的啦。直接通过第1层来到了第2层了。妈，这提示好模糊啊！回城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图书馆，然后这边什么？书中自书有中黄自金有屋。黄金屋，有三个提示牌。屋里有三个提示牌，咱们要注意看，不，咱们要注意看那个提示牌。行，有三个提示牌，它提示牌分别在哪边？哎，我怎么感觉我往这跳看能不能跳上去？走，哎，我这里发现第一个，说什么？哎，提示一个句号，就一个句你号。跟我玩呢？是的嘛？哦，我这里哦，就是个正常的房间，它不可能在这，它可能在外边。然后你那边有个句号，哎，这算不算三个告示牌啊？算是三个告示牌吧，逞强，蹭。我怎么感觉这么坑呢？我蹭进来了，里面有啥发现吗？这是条通道，应该可以直接通向第3层。有个藤蔓哎，厉害了，走。Nice，我就说嘛，姐，这看边这是里，吧？它是木博物的馆。博物馆，它是木的，这边是自杀，咱们先进去看一下木的，它是木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有个东西，它是木头做的吧？哎，我怎么感觉好像在说我自己啊？在说我自己啊？
爱心木球这里。哎，这上面有个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天！仔细观察一下周围，它是木的。发射器是空的。这东西都，发射器是空的，然后这边铁门能不能蹭进去啊？不能蹭。木门这边呢？也不能蹭。看一下附近有什么东西。哎，个凳子。哎，坐上去之后呢？好像然而并没有什么发现嘛，没有什么反应啊。这后面有隔层箱吗？好像也没有啊。哎，看一下能不能过去啊。哦，我看到一个东西啊，他说站在椅子上跳上来。你坐上去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有个那个，他让咱们站在椅子上跳上去。站在椅子上跳上去。气的呢，我上来了。哎，我也上来了，你走，开了，你写的啥？走，就刚刚那个提示。咱们这是第三层上通向第四层了吧？是的啦。好，农场。第四层农场，它这外面没有那个告示牌提示，咱们进去看一下。脚。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没有。这里有个小房间。小房子里面有什么？我正在搜刮。水里面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啊。哎，哦，这是进来的路。我勒个乖乖！啥也没有，水里面啥也没有。你没有啥线索吗？鱼也没看到有什么线索啊。头顶呢？难不成又是蹭墙？这应该。不能是这样的吧？凳子啊，感觉没什么特别的。这里要二段跳上去啊？怎么可能跳得上去啊？那里顶头啊？哦，他这里有提示啊，观察土豆秧附近。观察什么？你看，观察土豆秧附近，土豆秧。在外面种着吧。哎，这种的都是小麦啊，娃娃的。土豆，看一下哪里有土豆。这都是小麦呀。对啊，要么种了一些花胡萝卜。哎，这有个胡萝卜，没看到有土豆啊。哎，这里。你看到了吗？这里有土豆秧。但是里面有东西吗？哎，有个椅子。在哪点的？我怎么进不去？点墙角。能点到吗？哎，我怎么就点不到？我是不是有毒啊？就在我看到了，但是点不中它。就在正面，你看我 ID 这个位置。我看到这个的，哎 nice， 哇，这一个藏的深啊。对啊，他这个解密挺有趣的，真的藏的这么深。然后第五层是雪地，这边什么里面有一个提示牌，咱们先找提示牌。叫雪地提示牌，它会在哪个位置啊？仔细观察一下每个角落。解密地图的叮叮叮叮，你那边没有吗？哎，这里看到。哦，这什么？那边附近的雪很厚，通道就在那边。那边是哪边？雪很厚的地方，两层厚。这里也是两层厚，难不成在这边？到处逛逛，就。会不会救的一下就钻进去了？我在想，待会我就找不到去找你的路了。到处走走看。哎，这也没地方能下去啊。这里可以跳上去的吗？跳不上去。雪很厚的地方，这里撑不了啊，都是撑不了的呀。不对，这旁边我们已经绕了个圈了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了什么，这颜色
这颜色不一样，看到没？仔细看一下就看得出来。哎哎，我过来了，对吧？行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那咱们这多少层啊？简单简单，咱们简单。现在上来的地方应该是第六层。记得呢，养鸡场里面有一个提示牌。提示牌，又找那个提示牌。开什么玩笑？像咱们两个脑洞这么大的高玩玩家，高玩怎么可能那个对吧？难得到咱们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会这里有空气墙了吗？会不会是在树上？哎，这草垛上不去。哎，这里，这上面，这是什么？你看到鸡什么？鸡棚墙角。鸡棚墙角，可能是那边的一个墙角。里面吗？会不会是这个墙角？哎，这里，这是发射器啊！我看一下，仔细观察一下，鸡棚墙角，墙角这边墙角吗？墙角，蹭一蹭。哎，这里好像有个东西啊！等等，哎，这有个椅子，看到没？哇，怎么又是个椅子？我看到了。OK， 上来喽。简单，简单，简单，简单。这作者这套路已经差不多磨透了啊。对啊。然后第七关是客厅，但是哎，这是木门，我还以为是铁门呢。没有提示了吗？没有提示。我估计啊，反正这张图，咱们只要不停的蹭，应该是可以蹭出什么的。黑色桌子，找那个黑色桌子，应该又是。应该又是有椅子，还真被你猜出来了。你哎哎，我怎么卡住了？等等，不是你从哪里点到的椅子啊？拿着留个角，看到没有？哦，看到了看到了，我出来了。哎，怎么？哎呦我天，出来了，走。Nice， 下一关，直接找椅子就好了。对啊。行，第八关炼狱，这外面也这什么EN 什么意思啊？EN 不知道，先记着吧。EN， 这么多告示牌是让我们蹭哪里吗？应该是嗯吧，我觉得。这里跳不上去呀、啊哦，这有点高啊。跳不上去呀、啊、EN 他这里插了只火把，难不成不要掉进岩浆了？千万不要掉进岩浆了，这里跳不上去啊。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哪呢？哪？我这。哦，是 N 字啊，我还以为是 N。 他原来是打字的这一个信息，是吧？哇，怎么了？还有这个方块，我看这里树林了，咱们到树林了，可能需要点跑酷技巧，没关系，跑酷什么的，初恋什么的，交给我吧。简单。哎呦，哎，小小的失误。你确定是往这边跳吗？应该是往，哎呦，跳过头了，对吧？哎，上不了树啊，这也。上不了吗？跟我们一层高，上不了，上不了。那会不会是不在这个位置啊？另外一个位置啊？到处逛一逛呗，看一下哪里。哎 哎，这里应该可以跳上去、啊。记得呢。可是到了这，哎，这里有个椅子。哎，你怎么过去的？这里有个椅子，还、哎。你怎么跳错边了？你跳错边了。往另一边过来的，我是。哪一边、啊？哪那一边？就你这个方向的另一边。我这个方向的另一边，左边还是右边？我看我站在你的位置的话，右边。右，你的右边。你的右边。这里跳不过去啊。跳不过、啊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样。我往这边过来的，来来来来来，交。椅子，垫椅子 ，OK。OK， 站现在这里还有一个椅子。走。要去救咱们那素未谋面的老婆孩子去喽。月月，这一关我觉得你过肯定特别快了。鱼塘，哈哈。
早早就找到了，鱼塘什么的交给我吧。你跟他沟通一下。箱子里面，先看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有告示牌吗？附近？然而这发射器里面也并没有东西。鱼塘什么的交给我吧。这里有个凳子啊。好像没看到有什么东西啊。是秤还是哪里有凳子啊？我估计要。哎，搁这边，宝贝鱼。啊，你看到了？我看到这里有个凳子。哦，对。来，走。哇，这个男主的套路基本上都是凳子了。不是凳子，就是直接秤。没错，就这个套路。好简单，这什么？去地狱了没？嗯。这十一层了已经。当你终于来到了这的时候，十一层一片空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一片黑暗，家人也不在这里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然后呢，这里什么建设中，敬请期待。就这样没了，好简单啊。记得来看这样子，咱们就现在只玩到这，只能等他再出，咱们再接着玩了。对啊，来吧。好了，那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个解密塔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要订阅我们哟。好嘞，如果小伙伴们有啥好的建议或者是想法呢，也是可以评论在视频下方的。咱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